大家，这是我们今年的封箱演出，嗯，一场接着一场，已经有很多节目陆续的演完下去休息。对，刚才我师父郭老师还有这个于老师，嗯，给您说了一段。我们两个走上台呀、啊，发现还有人送礼物，对，特别诚惶诚恐。是啊，我们何德何能能够接受大家的礼物？对，我们发现有那么七八个人送礼物啊，嗯、全场好几千人，哈哈，都是敲张云雷来的啊。没关系，大家喜欢的是相声，是、嗯、不对是？我们争取把好节目奉献给大家。对了，当然了，我们两个走上台之前，看了一下手表啊。嗯就是，哎，我这摘了摘了，已经十一点多了。我们觉得很有可能，大部分观众已经累了，有累了啊，坐的时间长了肯定累了。没关系，没关系，您可以上一个厕所呀，出去待一会儿，透透风，抽根烟，对，这都没关系啊。我们慢慢说。哎，那个给，真走啊？真听劝，哎，走没关系，没关系啊。我们后边还有节目，还有呢。对，大封箱一定让大家开心，一定要让大家觉得今天买的票值。哎哎，谢谢谢谢。沉痛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老师，封箱封箱，吉利点行吗？干嘛沉痛啊？隆重的介绍一下孙老师。甭客气，太往前了哈。对，我师父习惯说相声往前站，我们习惯就是离得近啊，对，暖和。嗯、孙老师。挺棒的一个演员，您捧我了。相声说的有年头了吧？也不短了，二十来年了，二十多年了。口齿伶俐，表演大方，您捧我，那是郭德纲。这，你不是说我吗？您也不错，您说说我。您的口齿也很伶俐，哎呦，表演也很大方，您捧。而且据我听说啊，你们这些个相声演员，有一个特别好的优点。什么叫我们这些个相声演员呀？对呀、啊，你不是相声演员，我不是。说相声多没劲，又不挣钱。他呀，你等会儿，等会儿，听说，你等会儿，不是说相声不挣钱，你不是相声演员？当然了，演电影了是吧？不、啊、是，是谁演电影？你演电影也不是什么好评呀，反正。你不是你什么演员？我听听。啊，我是一个戏子儿。戏子儿？对。我瞧你可不像戏子儿。那我像。鸡子儿。什么叫鸡子儿啊？就是鸡蛋呐，不用你描绘那么清楚啊。不是你什么叫戏子儿啊？唱戏的。哦，唱戏的。啊，对了，俗话说得好，说你们无情，我们无义，知道吗？说的都是你们，都是你们，都是你们啊，跟我没关系、啊。说我们戏子无义是吗？不，我们有情。有情啊。唱戏的。您还唱戏呢？对了，我还真不知道。我嫂子好。什么意思？嫂子好啊！我介绍给我是怎么着？不是你听你嫂子干嘛呀？介绍给你干什么？不是说的挺好。嫂子，能发出声音的，嫂子。他这话说的，那嗓子。嗓子。对，嗓子。嫂子从，这发出声音就别连着说啊。不好。嗓子好、嗯。嗓子好。嗯。那您是唱什么戏的？京剧。河北梆子。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哎哎，要点脸行吗？这要他干什么？豁出去了。不是您怎么就河北？你才多大岁数啊？73啊。谁呀、啊？我呀、啊。哦，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嫩？嫩是没瞧出来，你有点要烂。你就是你怎么了？你这漂白了是怎么？没有，就是今年啊，73岁。谁？你、啊？表演艺术家。不是我，您73了。对。您说这，坎儿您家待着不好吗？这大冷天的干嘛？今儿刮风呢还？刮什么风？不是你上我们这儿干嘛来了？跟你们这些个臭说相声的在一起。你给我好好说话啊！跟你们这些个相声演员在一起聊一聊。偶尔你们在台上也会涉及到戏曲，对不对？哎，这话对。哎，我们也爱就学个京剧啊，学个戏曲。你们有师承吗？哎，有。我们也有师承啊。哎呦，您还有师承呢？银达子。哦，谁？银达子。哦，老艺术家。哎，对了，他叫银达子。哦、那你叫？铁达子。我都闻出铁锈味儿来了，你们。
您还铁达子。哎哎，不是，那您跑我们这儿就是为聊聊天？对了，别的呀，就是我们封箱啊。您来了在这给我们唱一出，唱一出锦上添花怎么样？来不了。怎么来不了？我借这个儿怎么来啊？对不对？各位谁见过？您嘴里有什么呀？这是什么也没有啊。什么叫我记几个儿？怎么着？就是我记几。这嘴能唱梆子吗？这个怎么不能？我自己来不了。您自己唱不了啊？您什么意思？怎么着也得有一个跟我配的呀，对不对？两个人配起来才能够完成一个艺术作品。您说这话，你看过一个人的电影吗？你最少得俩人呢，对不对？您俩人那叫视频，那也不叫电影啊。不是，您这意思就是得跟您配戏的啊。得了，反正您也在台上，我也在台上，啊，我给您配戏怎么样？你唱什么的呀？你知道我唱什么的呀？您唱什么呀？我听听。我呀。你什么行当？青衣。女了女气的。哎呦呦呦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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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73了啊，这还这样啊？怎么着呢？人家白着呢。那是啊，您是唱青，哎，行，哎，老艺术家，嘿，这白白的，您唱青衣的。对，那正好咱俩不冲撞。怎么着？我是唱这个老生的。老生不行。老生怎么可以老生呢？谁老？计划生育你得管一管，对不对？虽然现在二胎放开了，但是你老生呢？我老生孩子呀。我你不是老生吗？不是那个，就是虚生。对呀，需要的时候再生，是不是？我还有时有点儿，我还那，不是胡生，胡生也不行啊。胡生怎么可以呢？你有点戏精的意思了。不是那意思，就是我这个行就是长胡子的中年男人。我明白了。您明白了。我们是青衣。对，你们是长胡子的中年男人。没错，我喜欢。您咱俩合作一回，喜欢我的行当是吧？喜欢。哦，那行，咱我给您配个戏怎么样？可以，因为我跟您学习啊，我业余。这话我爱听。您那爱听这个？跟我学习。我跟您学习。你挑出戏吧。别我，您挑。我会的太多了。您挑，我听听。我说一个你不会，说一个你不会，说一个你不会，你气性又大，到后台扎马桶里撑死了，赖谁？对不对？我怎么是撑死的呢？我就不能是淹死的？我就马桶不冲是怎么着？你这还？你说 你都没听过。不是，你说我听听。梁山伯与伏地伯听过吗？这是新编历史剧啊。这没听过。伏地魔怎么还要这？你都没听过。嗯，寡妇门前是非多听过吗？一个光棍激情的一宿听过吗？您说这是艺出啊？啊，这是什么戏啊？这都是，您别胡唱了。不是这么着吧，反正我挑我会的来。嗯，因为您是艺术家73了，您应该什么都会是吧？那当然。那么我挑我会的。好，咱们来一出这个梆子，咱们来一出白蛇传。好，对吧？真会挑戏。那是白蛇传。哎，我来白蛇，我青衣啊，对不对？哎，您我来白蛇，你来转，咱们两个合作一回好吗？我转不了，我转我得晕了。我再按字面解释啊。不是贪吃蛇吗？谁玩贪吃蛇了？俩人跟台上吃豆玩，他怎么着？一会儿这像话吗？这都咱俩去了拐弯。你谁去了拐弯？我能去了拐弯的吗？我弯个腰都费劲，我还去了拐弯？我还那你这么大脾气干什么？废话，你不难为人吗？这不弯不了腰就弯不了腰吧。你急什么？你别胡解释。你看那个样子，我连腰都弯不了。我是那样吗？不是，您这白蛇不假，您来这白蛇。那你来谁？我来转不行啊。你来谁？小仙儿。我老实。我许仙。许仙是小生啊。许仙有胡子吗？许哎呦，还说对了，业余了。还真对。真哦，小生不行。那换一种。我想想啊。哎，咱来一出秦香莲。哎，怎么样？这个好。我来韩琦，我拿着刀追着你，怎么样？咱们杀庙那一折，怎么样？韩琦杀庙。你来韩琦。对，你来秦香莲。你追我。你领着俩孩子前面跑。知道这是唱戏呢？那不知道呢？你不耍流氓呢？我长这么好看，这么紫密。行了，紫密那是元宵，知道吗？再说了，我得提了俩孩子呀。提了俩孩子，你领着？我得领俩孩子呀。你们后台有孩子吗？
你看什么标准了、啊、你看谁像孩子，后台倒是没有孩子了，可能是后台反正都成年了啊，这来不了，来不了啊，这些来跟这么说啊，我也不怕露怯，嗯，我会的不多，嗯，我再说一出，嗯，会就唱，嗯，不会鞠躬下台，好好好，行吗？好好，咱们来一出这个风和湾，什么风和湾呢？鞠躬下台，哎，不会呀、啊，回来回来，我们挺好一风箱来唱戏的，给搅和了，不是您不会，要脸吗？要脸吗？一个个的。没有，没有脸。我的天哪！不可能啊！这钱怎么可能？你不可能，想多了你。下来怕回不来了。嗯。不是你干嘛你啊？全世界只有一个岳云鹏啊。干嘛呢？不是别累着我啊！您还是有这心。不是您等等，您不会是吗？不就分河湾吗？啊，对呀，跟您开个玩笑，分河湾，来吧，唱吧。哎，别，怎么就唱啊？嗯，这分河湾这戏太大了。那怎么着呢？咱们掐头去尾，不唱当间儿，别唱了，唱什么？就唱当间儿啊，当间戏猴。哎，闹窑这一折呀。闹，您怎么了？您什么窑？是破瓦寒窑啊？对，破瓦寒窑。你让我稍微的激动了一下，那个73的还有这心呢？他是有角色的吧？多新鲜呢！你什么戏没角色呀？你来谁？我来谁？就两个人物，嗯，一个薛仁贵，一个柳银环啊。好，因为我是老生，我来这薛仁贵，我来柳银环，来柳银环。咱们两个什么关系？夫妻呀、啊，夫妻两口子。哎，对对对，我告诉你，姓孙的。怎么着？就这么一会儿。干嘛呀？唱完了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哎呦，你别拉着我上你们家过日子去！我告诉你，我可生不了孩子。你生了我就掐死他，干嘛憋着讹我呢？就这么一会儿，就台上这一会儿，行行吗？行，但是咱还得说清楚了。你们的那个后台有没有装过？装？我们后台老死人是怎么着？什么叫装过？就是你们行话管它叫寿衣。你们行话？什么叫寿衣呀？这舞台上穿的花花绿绿的。那叫行头，行头有没有？行头没有。那怎么办？不穿了，不穿了。好，对，哎哎哎哎哎，好，你以为你拦得住我吗？哎，等等，哎，你们73了，这还这么沉不住气呢？非得把这解开？您等等。那不是咱花钱不是看脱衣的？你自己说的不穿了，谁说不穿衣裳了？那怎么着呢？不穿行头了，就穿这大褂素身唱啊。那行，行，你说明白了我对不对？我说的还不够明白，这说清楚了哇？您真行，这么功夫仨扣都解开了。哎，不对呀、啊，您解扣这么快，系扣怎么这么慢呢？您是唱您平时就光唱戏吗？这是，好呀，累了这是啊。行行行，你赶快系上，赶快系。那时候系得上吗？哎，孙老师，你看，啊，这个扣得这么系，看见没有？你系一个试试，来。哎哎，系上了。哎，我们都这么系。这还真不会这个，那是您有这技能啊！行行行，咱就素身唱，行行行行。完了还得说一声啊，嗯，这个锣鼓场面没有，那怎么办？用嘴来，拿嘴学。您上场，我的家伙；我上场，您哪家伙？可以可以，行吗？那个有帘吗？什么帘儿？帘儿干嘛用？你看，夫妻戏嘛，你不得有帘吗？咱俩后边忙活完了，窗帘一打开，您等着，后台忙活什么呀？没明白。你憋着生孩子呢是怎么？我生不了。我知道啊，这跟什么那叫帘儿 啊？那叫大幕。对呀、啊，大幕一拉开，不，咱们两个相声舞台没有大幕。再说咱俩中间唱不要。
不要大幕，不要大幕，行吗？行行。完了，那个咱把桌子搬往后搬呗。干嘛搬桌子？分出前后台了呀。啊。桌子前面为前台，桌子后为后台。这边上场门是这边下场门。可以。行吗？可以。咱搬一下桌子。可以。来来来来来啊！回来。你拉过磨呀？是怎么着？干嘛呢？这没这桌子就摔倒了，你知道吗？不是，不是得搬到后台去吗？谁让你蹦，就搁这儿就完了呗。真行啊，这哎，荡漾了，搬的。怎么了你？我觉得你风油精，我觉得。可以可以，我去拿把椅子去啊。我去拿吧。我来我来。我去拿吧，老师。我来吧，挺累的，我来拿。我来吧。下次把这爸搁头了。光动嘴儿啊。啊。行，来吧，来。这废话可不是我来，我都搬完了可不我来吗？怎么唱？来。完了，那个区分一下角色吧。怎么区分呀？我这个模样不像是一个柳银环呢，您对不对？你怎么也不像呀？我捯饬一下，还捯饬一下？哎，您怎么捯饬？等会儿啊！你说这两步跑哪儿不像啊？哪男的这么跑？咱也不是这哟，您这腿脚可不像73的，是不是？那是那是，啊，您这就是包上头就像。这就像个柳银环了，好家伙，就像那没见过电的那个，哎呀，挺说实话，真没瞧出像柳银环来啊！哎呀，来，那儿有求婚的了，尊老爱老的那儿有啊！我知道你什么脾气，我跟你结婚。是你这模样有接触就不错了，我知道你脚臭不脚臭，腋臭不腋臭的。咱等等，你瞧您这脸大的，我天哪，就跟那削了一半的土豆似的。行行行，咱归后台啊，归后台，您上场我打家伙，咱们这就开始了，咱开始先叫板啊，错不了，先开始叫板啊。来，叫吧。叫不是叫啊！我说拉个帘吧，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叫什么呀叫？啊？你说叫什么？不是叫板？去你的吧！往心里去了还是？叫板啊！就板呢，那怎么着呢？词儿有词儿，什么词儿？丁山儿该来了啊，不是老词儿吗？不是打这儿开始唱，我知道了。你这是唱啊，你着急呢。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你是不是死的冤呀？你死的冤，你喊魂儿呢你啊？啊，不是干喊呐？不是这词吗？干喊不，你得有韵。有什么？有韵。我也不要，你放心。我游不了，我没那设备呀。废话，你有那指标吗你？像话吗这都？我还行。没问这个，有戏韵，戏韵什么韵？你得唱出来啊！你得这么唱 啊！丁山儿哦，该来了哦！你得唱出来呀、啊！你看过直溜黄瓜吗？那还好呢，还那是没见过。嗯，你抢着唱啊！丁山儿哦，该来
评评理。你怎么了？我捯饬这么好看，这么直命，你拿它挡着我，像话吗？这都像话吗？不是您懂不懂啊？谁不懂啊？您这句是门帘倒板。什么叫门帘倒板？您在门帘后边唱，还没出来呢。啊，这是个门帘子呀。这好比是门帘子呀，竹帘子呀。你管着管不着你，唱不唱？你这个好好的门帘倒板。丁山儿啊，山那丁山儿啊，丁山儿。不是你干嘛你？你干什么？你怎么摸我脑袋干嘛？我就你讲理不讲理？我怎么不讲理了？这是什么？这门帘啊！我扶点门框啊！丁山，你行了，肉门框了怎么着？没有这么多零碎，唱你的，真行。丁山儿啊，该来了啊！抬抬抬的顶抬顶顶抬，咚里个隆，咚里个隆。咚里个隆咚里个隆咚隆咚里个隆咚隆咚里个隆的咚，丁山儿啊，抬了啊，抬抬抬的领抬领领抬，咚里个隆咚里个隆咚里个隆咚隆咚里个隆咚隆咚里个隆的隆的隆的咚。咚！你这干嘛呢？一趟一趟的，前面有偷拍的。转身转的够利索的，我干嘛前面有套狗的？是怎么着？你跑什么跑你？不是，那我应该是怎么着？到这儿你有四句唱呢。哦，还有唱呢？废话，什么词？不是您会不会？哎呀，时间长忘却了。也难怪73了。这我提醒提醒您吧啊。嗯嗯。我弟儿分科班前去打雁。我弟儿分科班前去打雁。嗯，第二句。哎，天到老这般时分，不见回还。第三句。蒋生来至在窑门以外。嗯。等我弟儿回来，好把饭餐。这个餐是？就是吃。吃餐一样，错不了。你告诉他错不了。哎呦。那是谁？你那么快啊？丁山儿啊，该来了。抬抬抬的顶抬顶顶抬，咚里个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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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隆，咚里个隆的隆，咚里个隆的咚。我的儿分河湾。前去笑什么？前去大雁，天到了这般时分，不见回还。将身儿我坐之在摇了门那一里。外边冷，冷呀外边。你摇了门那一外，立个扔。我的儿他回来，好把饭吃。哎哎哎，餐，你不是吃餐一样吗？那也得餐。行，吃西餐。那还吃西餐呢？打家伙啊！妈！薛仁贵子。薛仁贵，薛仁贵左薛仁贵左手。你都缺了氧了，你也得拉这弦儿是吧？你为何不断的歇我？我废话，有完没完呀？你知道不知道规矩啊？什么规矩？什么规矩你不知道？什么规矩？我一张嘴你就别拉了。
我拉的时候你别张嘴啊。不是，就赖我赖我赖我拉完了你再张嘴啊。就可以了，我一张嘴唱你就别拉弦了。再说我跟您打手势了，这什么意思啊？让您打住。让我打住啊？我以为让我拉七回呢。哎，你好不了啊你。拉了，拉了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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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薛仁贵做事太短那简单，调令箭射万通之命然黄了全。他的福相儿难得也见。哎呀。他的母相儿是泪连连，正催马来用瓦看，见一大嫂坐要我前摔灯脸下了马，见了大嫂你呀当啊先。哎呀我这死在弦上啊。大嫂请来见礼呀。我怎么了我就讨厌了啊。大嫂请来见礼呀。讨厌，我怎么这么讨厌呢？啊，大嫂请来见哪里？讨厌。你讨厌，你讨厌，没打着。也就你这点小心眼啊。我跟你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不是打着。行了，你这干嘛？你坐饼撑上了你？你搁这唠什么呢？这唠啊？那怎么着呢？我这给你见礼呢，你说话呀？我还得说话呢，多新鲜呢！那有什么词儿？还礼了，还礼了！这位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失礼者为何？行，不许再歇我。废话，你说对了啊！啊，大嫂，请来见礼呀！啊，还礼了，还礼了！这位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失礼为何你？我是不是迷路了我？啊，敢问大嫂，此地什么所在？北京市。谁告诉你北京？龙门郡。龙门郡。此庄呢？北站。北站行吗？那好听吗？还北站还得。北京展览馆。没得，行了，机器人了该。大王庄。大王庄。大王庄，大厅的人不知大嫂可曾知晓啊？有名的便知。不小啊，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哎，薛仁贵问的是哪一家呢？哎，薛仁贵之妻，哎，刘氏银的环。我都弄忘了。你问哪刘银环吗？哎，真是他洗澡去了。别唱了，我都弄忘了。